喂，小姐姐你好。哎，小姐，小姐来了吗？小姐姐来了吗？来了来了，老板，这里是糖果昌田。你是糖果齁甜啊？超甜。你是糖果超甜呢？我晚饭差点吃哕出来了你，小姐，上来就恶心老板，把你的 ID 发我，我现在要拉你一起游戏了。我不甜吗？真的是。小姐，能把你的声音开大一点吗？小姐。现在大了吗？哦，现在可以了。ID 发 YY 公屏，我拉一下你。我还在排队，我可以顺便上个厕所吗？哦，上厕所啊。好好的。嗯嗯嗯。有一句话说的好，叫什么什么屎尿多。什么什么叫屎尿多来的？有句话说的非常好。这个小姐一般是有视频单的啊。一般有视频单的小姐，照片肯定不是那个假照片。所以说我们等一下要了 ID 之后呢，大家去搜一下 ID 的同时呢，顺便给这个小姐点个关注，不用花钱，好吧？行不行，兄弟们？可以的话扣一，不可以的话扣二。好，大家看看直播这个就点关注的时候要动动手，其他时间就是躺在沙发上面或者躺在床上看看直播挺好的，好吧？不用花钱的。哦，懒人少墨，懒女少墨屎尿多，对，是的，这位水友说的非常对啊，可以的。大家记得给上个小姐点点关注啊，咱们这个魔教牌面不要丢，而且这小姐给咱们送了一发火箭，我觉得这小姐还挺有格局的，好吧，行不行？给小姐涨点粉丝可以吧，二四个三行不行？如果你下载伴伴的朋友呢，打开伴伴搜个 ID 五秒钟的时间，很快的。如果没有下载伴伴的朋友可以下一个，平时如果工作累了之后呢，没有，如果你是单身的朋友啊，想找个小姐聊聊天，对吧？花个十多块钱20块钱跟小姐打一把游戏，对吧？体验一下恋爱的感觉，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。当然如果有女朋友的朋友呢，这个 APP 建议少玩啊，因为的话我怕你女朋友会吃醋啊。直播间的话有女朋友的扣一，没有女朋友的话扣个二。我看一下，我们调查一下咱们直播间这个水友的这个生活情况啊。那刚才有水友问我伴伴怎么下载呢，你会发现我直播间左侧有个二维码，哎，点击一下就可以下了啊。我们只是陪玩质检员，有优质的陪玩呢推荐给大家，平时私底下可以点一点10几20块钱，对吧？咱们平时每天这么努力工作图个啥？你跟女孩子出去看电影，起步得100块吧？讲道理，买个爆米花，买个可乐，再2张票，起步得100块吧？但是今天你在伴伴 APP， 你一毛钱不用花，你可能只要首单花个10几块钱。如果你长得帅，跟这个小姐姐深入交流一下，她免费陪你玩都不一定，是不是？白嫖，就可以体验到恋爱的感觉，她不香吗？哎，老板，我来了。小姐，你为什么上个厕所？我以为你掉进厕所了呢，吓我一跳你。昨天有点便秘，然后今天吃了点泻药。吃了点泻药，你个小嘴跟没抹了开塞露一样，吃了泻药也太秀了。就最近腿有点软。你是不是长得很胖啊？为什么要这么说？你不说吃的有点多吗？没有，就是便秘而已。哦，便秘是吧？小姐姐，你的伴伴 ID 是多少来着？伴伴 ID 吗？啊。哎呦。你手机怎么一直在响呢？业务这么繁忙吗？我把它调静。你的伴伴 ID 是多少？我去看看你。3456呀，
超好记的。你的半拍 AD 是多少来的？二三四五六。还有这种 ID 的二三四五六，那你的半半房间号是多少？8800。八八零零，你居然有这么好的号码，肯定你长得应该很漂亮。我去看一下，二三四五六是吧？长得还行吧。二三四五六，我给你点个关注啊！这头像是你吗？谢谢。哦哟西，你是杭州的呀？对，我是杭州本地的。哦，可以啊，长得厉害，长得还可以的，也有一说一，长得还不错的。谢谢。头像是你是吧？嗯，谢谢。你选个位置啊，你的位置不选呢？啊？哦对，我、哦、给你打中的。你也打中的呀？那咋办呢？我不是。我打野去吧。你打野，你会打野吗？嗯，本命英雄是寡妇。哦，你会打野吗？我会一点。会一点，好的。嗯。小雨怎么不讲话呢？点你单为什么不跟我聊天呢？啊？哦，对，我那边，哎呀，麦克风，我刚关了一下。哦，你咋不跟主播聊？那个，你咋不跟那个？你平时喜欢看主播吗？我平时挺喜欢看主播的。我有看的。哦，有看是吧？那你怎么不跟老板聊天呢？我害羞，可能有点害羞。你害羞，你点什么？你接什么单呢，小姐？哦、不，就一回生二回熟嘛，聊一会儿就哦，就不害羞。感谢近台淡然送的飞机啊！你这个，你这个，哎，我哪个？你多大了？你说的是哪里多大？你年纪多大了？年纪吗？九八年。九八年的，九八年今年多大了？今年二十三岁啊，二十三岁挺小的，可以的。但我不小。你不小，你不小是什么意思？你 A B C D 是几啊？嗯，就因为我有点微胖，这是确实的。啊、我看你，哦，你一啊，不是吧？嗯，真的假的？别骗我。真的。我看你照片看起来挺瘦的呀。啊。嗯，那我过会儿可以看视频给你看。真的吗？这么主动吗，小姐？啊，害羞归害羞，该主动的时候还是要主动点。你是不是喜欢我，小姐？这么紧张干什么？我都很紧张。你紧张干什么？你是不是喜欢老板？就你可能吧。可能啊。嗯。你是单身吗，小姐？单身。单身啊？喜欢什么样的男孩？我也是杭州的。哎，指不定咱们到时候可以一起吃个，麻辣烫，六七八块的吗？那越便宜越好啊！可以啊，可以吗？你请客，那我还一毛钱不用花，是不是？那老板这回点我单了呢，我好歹要意思意思。你杭州哪里的？杭州啊，我马上要搬回滨江了。滨江的？你本来在哪里的？本来是在老余杭的。老余杭？我家也在余杭呀，小姐。嗯，真的吗？真的。我是在老余杭这边仓前。我在那个余杭那边。余杭？就是银泰那边，你知道吧？银泰你也不知道啊？那就是老余杭具体哪个区？就余杭区啊。就是余杭区很大、啊。哦，那我就不清楚了，那我就不知道了。你不会不认识路吧？你的声音可以大一点吗？声音有点小。
啊，我说你不会不认识路吧？因为余杭有很多，对，就银泰。哦，小姐姐，我一般的话都是开车，嗯，导航的，好吗？我们开车啊，开开什么车呀？兰博基尼。哇，有钱、老板，真的真的是老板啊！有机会带你上我的兰博基尼上面，这个兜兜风。嗯，可以呀、就空调是不是不太好？我是不是得哦，多带点衣服、哦啊？就是平时坐我车的小姐姐，可能就平时可能就都说空调会坏，就上来就脱一下外套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讲道理，那这种的话，我干脆就不穿外套了吧？啊，你不穿外套，你多重啊，小姐姐？哇，我有115了、啊，这么胖。你多高啊？什么意思？我168。你168呀？那你115，你哎，对，你腿应该很粗吧？你的腿，啊？嗯，其实还好，总体看还好。哦，总体看还好。你腰是不是有点水桶腰啊？你？嗯，腰围65。腰围65，太秀了吧？我分不清65是什么情况啊？我看你那个照片看起来骨架挺小的呀。啊，就看起来那个是看起来嘛，就现实碰一碰才知道。哦，真的吗？你有身材照片吗？加一下我的 YY 好友，先看一眼。啊，让我身材的吗？对，你有没有那种性感的照片？先给我看看，我先解解乏。等一下打游戏可以带你飞，带你躺。好，但是这张你不要给他们看。给谁看？给别人看，不要给别人看。那你加一下我的 YY 好友吗？嗯，加了加了。行。有内鬼，终止交易。嗯。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下，兄弟们。嗯。我加你了。好，我给你发。嗯。兄弟们，我先看了啊。实在不行的话，我就吃独食了，好吧？嗯。看到了吗？这一看就不是你本人。嗯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不是我本人？跟你脸都不像的呀，小叶。他那个头像上面我放的是什么照片来着？我忘了。你这一看就不是你本人呢，小叶。是我呀，是我呀，怎么不是我？是你，我倒立吃屎了，小姐。那这样吧，打完游戏赢的话，你给你看视频看。哦，你这肯定不是你啊，小姐。嗯，是我呀，干嘛不好看是吗？那脸都不是一样的呀，这脸。啊。脸怎么不是一样了？兄弟们，这个直播间不太好放出来，等下超管会来，等下。把超管也来了就不太好了，好吧，我先解解乏。还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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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般。一般一般。游戏开了，游戏开了。这是你本人吗？这应该不是你本人吧？是我本人，纹身可以见证，纹身可以见证。纹身啊，是吧？嗯，那挺好的。你纹身纹哪里的？嗯，左腿，然后后背，还有右手臂。你为什么要纹身啊？都是纹一些保平安啊，然后相信爱情啊这些东西。哦，纹身的话，是男纹身师给你纹的，还是女纹身师给你纹的？啊，纹身啊，纹身是女的。啊、女的是、啊？你纹身、因为背上的话，那个要。上衣脱光才能纹哦，确实啊，你为什么要纹身啊？啊，就怎么说呢，有点喜欢纹啊。那不要钱吗？那不 挺贵吗？啊，攒嘛，那就攒嘛。你是干啥的呀，小姐？嗯，我其实最近才过来做点陪玩。
之前是做助理的，之前是做助理的，做谁的助理？嗯，都是总经理助理、董事长助理之类的。我差点就信了，小姐。嗯，是真的。真的？那怎么没干了呢？之前是销售管理。那咋没干了？那个时候在外地呀、啊，然后就觉得先回家，然后再回家了，发现工作有点难找。哦。都不是自己喜欢的。有什么就做？助理的时候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吗？主要的工作是啥呀？做助理、啊、主要的工作 啊其实哇、哦、半年没工作了，有点忘了。这把刀是就是主要是干啥呢？嗯，什么都干啊，讲真助理真的就什么都干。累不累啊？挺累的，就是一个人大概要干好几个人干的活。哦，那多少钱一个月？嗯，那个时候是8000。那挺好了，那你干陪玩干什么？陪玩他哪有8000块钱呢？啊，嗯，陪玩一个月能挣3-4万。啥呀，啥陪玩能挣3-4万呢？嗯，对，就主接视频的。哦哦，那你有视频单是吧？对啊，一个月有3-4万、啊、这么赚钱吗？对啊。嗯，我好，那我干陪玩去了。我那你一天的话能接几个视频呢？啊，嗯，刚才在抓上，没听到你说话。我说你一天能接几个视频呢？嗯，一天呢？一天大概是看情况，有的时候7-8个。7-8个太多了吧？我操！你点你一个视频单得多少钱？点我一个视频单200亿。这么贵啊，小姐，你能给我打个折吗？可以啊。给我打个一折可以吗？嗯，一折。好好好。21呀。啊，21。嗯，可以，没问题、啊、但是首先得游戏赢了。游戏赢了，我第一难刀能不带你赢吗？小姐，这把我杀几个人你给我发几张照片可以吧？可以、嗯、没问题。你说的啊，行。我感觉你有点不把我第一难道放在眼里了，这把我，你确定你照片够吗？绝对够，女孩子相册里面照片可多了。哦，你之前给那个老板当助理的话，那老板是干啥的？啊，做数控的。哦，有钱吗他？那个是我爸爸。哦。哦，那哦，你家开公司的是吧？嗯，当时跟家里面闹掰了。咋了？你离家出走了你啊？对啊。往回拉、哦，别抢我头啊！可以啊，兄弟，会让头。什么东西啊？哎，这是你是吧？我操你！我操你是寡妇是吧？嗯。哦，可以啊，这是你是吧？我以为这是路人呢，你还会让头啊？可以啊。你刚才说的那句话，我就没有过去。哦，你能上大分呢，小姐，你能上大分。之前打到过钻石，最多也就钻石了。打钻石太秀了吧？嗯。对，最多，但是好久以前了，现在没有了，很少玩。你那爸是亲爸吗？那个。嗯，对。哦。哦，不要怪老板多嘴啊，就是平时就聊聊天啊。你讲。多嘴啥呀？就问你一些问题啊。
多嘴啊。嗯。活不长。嗯，那你老家哪里的？老家吗？杭州本地的。啊、就杭州本地的。杭州人都挺有钱的，讲道理。还没拆呢。哦，你家没拆是吧？嗯。那可以啊，那你家啥时候拆、啊？明年吧。哦，明年就拆了。我妈跟我讲明年。她年年跟我讲明年。你妈？你不是跟你父母，你不是跟你家闹掰了吗？拆迁跟你。我妈单身。哦，哦，她长可漂亮了，你要考虑一下吗？你这个是什么？你这是什么虎狼之词哦？我操！小姐，我看你是癞蛤蟆是青蛙，长得丑，玩的花你，你给老板整的没有自信了。不是不是，是你亲妈吗？肯定是亲妈呀！我操，你亲妈你那这说这是什么虎狼之词你？你妈多大了？我妈现在53。我靠！这是什么虎狼之词？这是小姐。虎狼之词啊，小姐。我吐了。哦、oh, ，OK，OK，、okay. okay, 刚刚在抓。可以啊，小姐，游戏打这么好，不去打职业可惜了。哦、我不行，打职业不行，我反应慢的一批。反应慢，反应可以练的呀，练反应的。那没人教我。没人教你啊？你找个男朋友教你吗？讲道理。我之前找的男朋友打游戏都好烂、啊。那你为什么要找他们当男朋友？他们闪光剑。那个时候不是看他们打游戏那什么的。哦。那是啥呀？那时候就觉得他们长得帅。哦，你喜欢长得帅的是吧？对。那我觉得老板这样的你肯定会喜欢。嗯。你长什么样啊？老板，他们都说老板长得像吴彦祖。吴彦祖。对。吴彦祖。对，吴彦祖，百度一下吴彦祖，你就知道老板长什么样了。我知道吴彦祖长什么样，但是。没有，真的很像吴彦祖的啦。一般说自己长得像吴彦祖都很丑。那可能我是例外吧，讲道理。嗯嗯，速战速决吧。兄弟们，这个小姐有点顶，我好，我突然有点受不了了，兄弟们。我好，这小姐。一看不像正经人的，感觉很会开车。你中塔要推了吗？不推呀、啊，推什么中塔？我也养他猪啊。啊，那我去下。啊，养猪养猪。嗯，你要帮我抓吗？我估计抓不到。你抓不到，你搁这站着脏我经验是什么意思？啊？就脏了一点点嘛。什么叫脏了一点？你脏了一波兵，好吧，小姐。哎，嗯，你看他也有人脏、啊。哦，你半半有多少粉丝？我忘了，到时候你可以去看一下。哦。要么这样吧，小姐，我这个点你个视频单得200多块钱。嗯。我去淘宝给你买个2000的粉丝，你我白嫖你可不可以啊？啊。这样子的吗？啊，2000粉丝是多少钱？就是不止，你就，你看你这种干这个、啊，对吧？那肯定牌面很重要。到时候给你涨点粉丝，到时候你接单，老板就是点单都是看粉丝多了，粉丝多说明优质嘛，对吧？可以啊。好吧。可以啊。那你这个跟你视频的话，你会唱歌吗？我唱歌可能不是那么好听，但也不难听，可以入耳。那你会跳舞吗，小姐姐？扭屁股算吗？
算的呀，扭屁股就算跳舞啊，算的呀。嗯，就光扭屁股啊。哦，那不能算说合格的跳舞。那我最多算只能算勾引吧。哦，勾引太秀了吧。你现在有多少粉丝啊？多少粉丝啊？我不知道。哦，行吧，兄弟们，这个小姐姐有点顶不住了啊。忘了，真忘了，我记性特别不好。这个小姐姐一般人是顶不住，兄弟们。就比如说我刚抓了晚上的话，我可能会忘记。这个想逛一圈这样。单身的朋友赶紧给这个小姐姐点个关注啊，因为我怕你身体吃不消。嗯，好吧。嗯，单身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了啊！哦、厉害，单杀你好秀啊！嗯，大家想要我跟这个小姐聊点什么话题，大家可以发弹幕里面啊。那你平时的话，除了接单，你平时一天会干什么呀？啊？平时一天接单啊？啊？做面膜。哦，你喜欢做那个护理是吧？嗯，那挺好的。嗯，做面膜，然后看电影。在家看还是在外面看？在家看，没人陪我出去看。你这样的找对象呢，简单，你只是不想找而已。啊，看不上吗？没有，没有人找我。哦，没人找你啊。为什么呀？对，我觉得你长得挺好看的。你没有遇到那种杭州的老板吗？啊，有杭州的老板，然后他们长得都好丑。好丑啊？那长得帅你就出来是吧？长得帅可以出来吃饭。哦，你怎么知道他们长得丑呢？他们就很普信，就最近那个词普信，很普通却那么自信，就觉得他自己。你三天之内必得小气。嗯，好暴躁。螳螂来了，没办法，小姐，我有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我有那种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就你懂的啊，你不要搞我，搞我的话我就，懂吗？嗯，我等下给你点。对不起，照顾中路比较少。再给你点个关注啥的。嗯。我为什么每次看到下路他？不是死了，就在送死的路上。啊，一杠七了啊，难怪。你23了。嗯。年纪不小了呀。年纪确实不小了。对，一般这个年纪。其实动过想结婚的念头。对呀、啊，你如果以后找对象的话，对象不同意你干陪玩，你还会干吗？那就不干了。不看了，那挺好的、哦。嗯，你死了。哇，后面有人。操，这都被死！我操，治疗，我是你哥。后面好多人。河蟹没有。我这个人出啥了？这么肉？哦呀，陈杰早、哎。你咋龙抢了？被抢了呀？陈杰早。那你跳下来，反应呈现、嗯。下路一个一杠七，一个二杠四，15分钟一共死了11次。讲道理。讲道理，他们真的很秀。嗯、这个不应该呀，这两边差距也不可能这么大呀。对面寒冰，这个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推游戏是什么意思？我是你哥。对面应该是有小代练，可能小代，嗯，有吗？看一下哦。你喜欢那种游戏打得厉害的，还是长得帅的？只能选一个。只能选一个吗？啊。那对我好不好？对你肯定好啊。那嗯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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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喜欢哪种？飞鸟。跑来跑。那
能不能那种就是长得不要太丑，所以游戏打得很好。哦，哎呀，我操，兄弟呀、啊！只能选一个，小姐，只能选一个。那游戏打得好。那游戏打得好的太多了呀，小姐。啊。不多啊，就他就是女孩子要的好是那种好。哪种好啊？就是，就打游戏时候那些细节。那起步的话得什么分段才行？无所谓分段。那这游戏打得好不好吗？分段都没有啊。不需要分段，分段代不了，代表不了好。哦，哦，就是你喜欢玩哪个位置的男孩？我啊，嗯，做情侣的话，那肯定就都下路了呗。你一般平时玩的是什么位置啊？风女是不是有点指定有点病？这是风女，你怪不得二杠六啊！你这个、哦哦、他怎么？哎呀，我的天！我大招一直在按。哦，我的，我终于知道这个风女为什么死这么多次了。我靠，太吓人了！自己往塔下走，为啥呀？我来了，翻墙，阳光男孩，不讲武德。哦哦，牛逼！瑶瑶，666666666，你觉得老板的实力怎么样？很强、啊，很强是吧？今晚出来吗，小姐？我在杭州。嗯。我、哦、都十点了。十点啊！我又不是坏人。从不妥协。就十点了，白天吧，白天吧。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白天是吧？那挺好的，小姐，安全意识还是要有。我刚才在试探你。对对对，好吧。啊，好。你哪怕要跟我出来，我也拒绝了，好吧？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安全第一位。完了，你打游戏好厉害，然后我节奏全乱了。还行吗？打游戏还可以吧？嗯。嗯，嗯，还可以，嗯，很溜啊，很溜吗？我觉得还行吧，总的来说，嗯，得拿一条龙了。嗯，你现在住在家里还是住在哪里啊？嗯、我现在住家，不是家，就我和我闺蜜同居的。哦，你闺蜜长得好看吗？好看啊，她是跳舞主播。哦，她是主播是吧？嗯。哦，那太好了，我能跟她，你能把她照片发我看看吗？一会儿发。打完这把给我发我看看，因为我平时挺喜欢看主播的，特别是那种跳舞主播，好吧？嗯。可以啊。他长头发还是短头发？长头发。啊，他高还是你高？和他都是长头发。你高不高？我高。你多高啊？我问你第二遍了。我168，然后他是162、163的样子。哦，那还可以的。很 nice。嗯，他在哪个平台直播？他都有。哦，都有。对，虎牙，然后或者说一些 APP 小平台，他都有。小平台是那种正规的吗？他那个平时播的。你肯定正规啊。哦。他那个粉丝多不多？他粉丝不太多吧，因为好像他总共。这种主播时间也不是特别长。他是不是长得一般般呢？长得，哎呀呀！我真的是气死了！哎呦，对不起，我靠，我耳朵聋了，小姐。你是不是暴露本性了？你怎么有点像那个农村大妈呢？你，撒
嗓门这么大。嗯，不是啊，又被他抢了。嗯，你咋这么容易被抢龙呢，小姐姐？就怪我，怪我做了美甲。做了美甲是啥意思？对，就现在手指甲超长。哦，手指甲很长是吧？嗯。一般看女孩子做美甲做什么款式，我就可以猜到这个小姐姐是什么样子的。嗯，我的话是酒红色的那种，延长的方形的。锤石，我靠，能这么折磨人吗？我靠，我感觉有点折磨。兰德里的折磨。这锤石好贱啊！他妈能这么把我玩弄于股掌之间，可以。嗯，关键我还无言以对。嗯，哦，你的指甲是红色的是吧？酒红，深色的那种、哦，有点像巧克力的那种。啊，巧克力的。一般这种颜色的小姐一般都是比较开放的，是不是？有吗？你是不是那种外向的？就熟了就外向、啊、不熟就挺内向。熟了就外向，那每个人都是熟了都外向啊？我有那种自来熟的，我不是那种自来熟太秀了。嗯，接下来我要开始折磨对面了。刚才这个锤石啊，别给我逮到了。这里怎么到处都是对面的眼？我再扫一下。他们已经三条龙了，我们这把还是逆风啊！咱们这一把人头比还是平的，我靠！这把下路炸了，其他路还行。三条龙怪我，我被他们抢了两次了。螳螂应该在打蛤蟆。哦，你好无聪明啊！享受。Score you disc。胯下扎针。上上上上上。我来了。他们在中。那行，打龙吗？打龙也行，我打龙很快的。好。直接秒了。直接秒了。直接秒了，你就会盯着血量。直接秒了，为什么他不把盾给我？我操！我吐了。他们人呢 ？ADC 呢 ？A 我操！不行，上不了，留二塔。我、哦、可以牛逼，要杀他吗？杀不了。那个锤石好像又来折磨你。我操，螳螂也在。大，哎，你大呢？我一和大一起按没出来。你咋这么笨呢，小姨？对，那个指甲真的是哎。那你这个指甲上厕所？那不麻烦了。啊，真的会抠破。抠破的那不，那也太羞了吧？抠破也太羞。不，抠破，但是没有抠到实际的那个。哦。对。哦，可以。那你这个多少得浪费纸，浪费点纸。浪费的纸确实有点多。漂亮，这小丑玩的不错呀，这小丑有一说一，玩的可以啊，这小丑。嗯，这谁顶得住啊？嗯，龙。龙咋了？龙，盯他们第四条，不能那啥。这个龙别，这一个龙你要再丢了的话。小姐姐，我就我背大锅。你不要背锅有啥用？你得
还好我在的话你应该不会被抢，我伤害非常的高。反省了，十五钢丝好厉害，看我补刀，妈差点死了。251个嘛，想跑？你有狂风之力，我没有暗行者之爪呀，小老弟。开国际玩笑你，蓝 buff 吃一下。蛤蟆吃一下，寒冰死了，你们稍微注意点，你们可以打。我18级了，对面寒冰才12级，27分钟270刀，1秒钟1刀，溜了。青羽，分毒合计神装了，小姐，现在已经神装了。哇。嗯。27分钟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。你英雄联盟里面最喜欢的英雄是什么英雄？现在就是难当了吧，好厉害。看好了，看好了。好。掉不掉？牛逼。发现没有，很厉害。还可以吧。对呀、啊、哦，你可以秒他。你他丫的，你是真皮啊，你是不知道我在伤害你。黑塔，黑塔丢了，不折磨吗？投降了。哦，投降了。哦，赢了。嗯，这把属实是躺了。